知道一个女人要在这社会上生存有多不容易。如果可以选择，为什么会杀人？你接这种工作多久了？生意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就因为我是人，我也要生存。你还真以为她还是你家小姐啊？他妈以为我傻了？喝酒跟瞎眼，我看不出来吗？她不来帮忙，快点！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保护、想要得到的东西。你说对了，我们都是一样的。陆玉农，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如果有个工作，收入是现在10倍，你会怎么做？疫情专案被通缉的那个蔡老板，你应该知道吧？你们警政系统一大半都被他给包了。来，副局长，喝。原来这就是你想要人生。删掉这一切事情就可以当作没发生。替我找到凶手，我姐不能死得不明不白。苏庆怡、江汉，还有毒品，这些案件怎么都跟你有关？林县长，希望我们未来的日子里，不要再有后悔的事情发生。